一百两银子来，别说一百两银子，就是十两银子，咱们穷人也拿不出来呀！哼，没有银子，不放人！大清世界，光天化日，你们干这种绑匪的勾当，别废话，快拿银子来！没有银子，我们就撕票！撕票，好啊撕！连我一块撕了，成全我俩当地下再做一对夫妻！妈的，还牛了，一块宰了你！ 他还自称穷人，穷人还在村头守着啊！这样，别害群众了，好，让他们讲。叫什么名字？干什么的？大哥，他叫蒲松龄，嘿，久闻大名啊！撕不撕票？待会儿再说，先给讲两个鬼狐故事，让弟兄们解解闷儿。对对对，讲讲讲，鬼狐故事，快讲，快讲，快讲！讲啊！给我去松了膀再说。 要是不松呢？不松就不讲。嘿，妈的，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的。哼，松了膀再讲。松绑。松林，别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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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了，没事，没事。快讲，快点。吼什么？ 我们看到饥民挨饿难忍，才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舍粥救人，可你们却绑架勒索，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算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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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。来来来，坐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听。哼。 讲一个孟郎的故事。河北有个老头姓白，大儿子叫白甲，在南方城里做官，三年杳无音信。这天，老头做梦，梦见了亲戚邀他出去游玩，来到了一个衙门口。啊，你儿子就在此做官，请进去看看吧。啊。 老，没事，别怕，跟我来，跟我来啊！来来来，爹，您来了。 您请坐啊！您挺好的吧？上酒上菜。白甲，白甲，你知罪吗？啊！ 把他杀了，把他砍了！等到明年四月份再要他的狗命，先把他的狼牙撬。好。勇士举起了大锤，照着狼嘴，咣当咣当就是几大锤，那狼牙落得满地都是了。哎呀，那狼大吼声震山谷啊！哎呀，是吧？哎呦，白老头。 梦见了狼，还不放心，赶紧着叫他的二儿子去找他的哥哥，劝他不要乱世暴政。那弟弟找到了哥哥，却看见，哎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哥，你牙怎么都掉了？嗨，别提了，那天喝酒从马上摔下来磕的。哪天呀？半个月前。半个月前。哎呀。 不正咱爹做梦，梦狼的那天吗？梦什么狼啊？哎，哥，来来来，快些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哎哎，我跟你说，快来呀！哎哎，哥，爹求你做官呐，千万不要行贿受贿，霸占妻女，占人钱财。去去去去，乡下人懂什么？要不行贿受贿，我怎么升官啊？傻瓜！哎呀，弟弟向白老头禀报，说白甲执迷不悟，白老头痛苦不已呀。
从此做习善事，希望逆子报应，不要连累家人。第二年，白甲升任吏部主事，有无数的人到家里去道喜，但是白老头却托辞有病，不肯出门呢。不久，爹，爹，爹，嗯，怎么了？刚才来人说，我哥升官，赴京的路上遇到绑匪，被人杀了，财产散尽呢。报应啊！哎呦，快走，本来，哎，好在家人不与他为伍，平安无事。儿啊，你去为他收尸吧。被杀何人呢？哦，是某县白甲，是个坏知县。他父啊，白老头心地善良，不应该让他看到大儿子身首异处的惨象。我看呐，给他安上吧。好，安上吧。哎，哎，只是邪恶之人，不应使其投正，把头给他反安上。按反了！我怎么只能看到后背呀？从此，他也就只能看见自己的后背了。弟弟很感慨。哎呀，官如虎，吏如狼，如行恶事，这报应也够狠的了。恶人死了，但不知道自己的结局。这个故事虽让他死而复生，却令他自知下场。鬼神的惩罚真是让人感到奇妙。啊，还有一个故事叫聂政。我读刺客列传最佩服的还是汉朝的聂政。他挺身而出，报答知己，有豫让的义气。光天化日刺杀宰相，有专主的勇敢，行刺以后，为了不要牵连家人，破相以后，再自杀。哎呦，好谋和智慧！这要比荆轲更令人敬佩啊！怀庆府的陆网昏庸无德，在乡间，凡是遇到貌美的女子，必然要强行抢去。有一个姓王的书生，家中有年轻貌美的妻子，被陆王看中了。他便带着家丁去抢人。王书生的妻子哭号哀求，就是不肯屈服。他的打手打伤了王书生，把王妻强行的押入教中。小子们，给我上！抢活的，快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老婆，走！老婆，走！有事跟我说。老婆。有人跟我说，你放了我老婆吧，老婆，皇上，老婆，带走，带走，走，皇上，老婆，放了我，老婆，皇上，大人，你放了他吧，走，大人，求你放了我老婆吧，你放了他吧，皇上，老婆，老婆，皇上，大人，快走，求你放了他吧，你放了他吧。王书生身单力薄，孤身一人，一路上奔跑到聂政的坟前，希望和他的妻子再见一面。哎，停车！停车！停车！老婆！皇上！皇上！老婆！来呀！来！打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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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
女子岂能容狗官强占？你个无道的昏王，如不改掉恶行，小心我要你狗命！滚！聂政大侠，王书生夫妇叩拜了英雄，回家去了。从此陆王收敛淫威，不敢外出妄为了。先生夫人，请饶恕我们的罪过。哎呀，饶恕我们的罪过吧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。哎，我看你落草为寇也是出于无奈啊，说出来吧。就算不能指望衙门替你伸冤，至少我也可以把你写在书里，用文字替你呐喊几声。先生，你讲的故事和我的身世一样，我定要杀了狗官，救出小女。哎，这个放那边。